我住院的时间吼，我体会足深的呢。哦，我是何德何能，会当得到这么大的福报？遐济人甲我救，让我会当活了。我今日无换血吼，我就无活动来啊。啊，有今日血换了，就是遮济人甲我救吼，我会当重生。所以当时那时候有一个回馈的心，那你愿意就足强的呀。听他们讲，都是年轻人的血，然后回来后，有点受不了，抓痛。要是现在一样，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要是我现在也没办法，因为他是年轻人的血。人咧讲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不管是不是浪漫，伫变老的时阵，有一个互相照顾、互相敬爱的老伴伫身躯边，这是应该珍惜感恩的幸福。阮今日的主角是陈满甲廖才菊一对翁仔某，因结婚40几年，经历创业的考验，嘛体会长期照顾长辈的日子，最后。也是要面对自己罕见疾病和忧郁症，但是他们做了20-30年的志工，并没因为这样停下来，颠倒互相照顾，互相鼓励，走过难关。不只是老伴，也是斗阵付出的专职志工。现在我们就斗阵来去台中看他们的故事。好凉快哈、哦！我们红甲的公园已经30几年，树很大棵。运动是让我们哈、哦、保养啦，我们运动的少，劳动的多。啊，所以我就跟师兄说，早上要早点起来，只要我们有运动，我们就会有充分的这个体力。练气功会补气，让我们身体的气哈、哦、会比较饱满，比较足。啊，所以哈、哦，我这个是需要让我的气很足够，啊，所以我就开始来练。啊，练了之后，像我现在一练了，这个手就麻麻的，这个气都出来了。嗯，所以只要有来做，这个气就够了。嗯，就每天我这样一伸出来，我的气就来了，这很棒哎，我觉得做气功是很好的一件事。这个肩往后。定点的时候，用力要还要吐气啊、哦，还要配合吸跟吐。这样子吸，这样。我不会跟，所以我才站在旁边不敢在那里。我们是这样子，你的手像花一样来。陈满62岁时阵，罹患罕见疾病，重症肌无力。迄个时阵，连食一嘴饭的气力都无，敢若感觉生命已经行到尽头。后来经过5次疗程，换血成功，才重获新生。迄当阵吼，都拢无啥，一食拢无啥，食水散，所以我瘦10几公斤啦。本来我也唔知这种病，我嘛是早时5点落来去手啊卡坐，5点钟来。啊，坐到7点遐吼，才回去。啊，就看人咧做，人大家咧做噶呢。啊，我就想要气着，我手都压袂起，压起了，倒一个落呀，就没有那个力道。啊，所以我就只能坐在那里看。结果那一天吼，遇到那个贵人哈，那一天是台风天，因为他们是在外面那里跳延吉舞。啊，那台风天刚好没跳，啊，伊就甲我讲，哎呦，你跟我赶快来，重症肌无力安尼。啊，从我听到讲，哈，啊，这是什么？伊讲这个罕见疾病呐、啊，伊讲我嘛得过啊，我5年前得的，然后啊，你即摆医好啊？伊讲嘿，啊，所以我既然到有他有医会好，安尼好来去医。
看得很感慨，坐在旁边啊，他们推阿嬷阿公出来，就帮你推到一堆，让他们自己就一堆在谈话。那星期六礼拜天就是阿公阿嬷带小孩啊，不然就是带狗狗啊、兔子啊、那个天竺鼠啊，那些宠物就抱出来了。那只有我比较特别的爸爸妈妈，现在有时候会碰到一两位，都会跟他们按赞。廖采菊真早期就投入家扶中心的志工，一直扶持太太做主席，也亲身照顾中风的爸爸九年，一直跟爸爸往生。小连续又面对妈妈破病往生，太太罹患罕见疾病，让他在不知不觉中也得到忧郁症。对，走了以后的整个人都傻掉了啊。后来就，看了好几个，看不，介绍，结果是什么忧郁症哦，焦虑症哦，看身心科啊。爸爸走了，因为早晚有去推他出去外面走一走，但是就是没有，要走到半路啊，爸爸已经没有了，也不用了，但是好像会，也不知道什么样子，爸爸往生了，反而应该是放下了，反而是更焦虑或什么，整个人都没有精神，傻傻的不得。放下，这样讲很好写，但是最困难，要做最困难的。现在我们夫妻俩做慈济以外，好像就没有再参加其他的团体。因为有人问我，你以前承担什么副总干事啊？被人家笑了，又不是我们这个，又不是大楼，慈济又不是什么大楼管理员什么。我说那样子，你进来慈济没有多久，那时候就比较多，比较广啊，就苗栗啊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南投、嘉义啊。那个时候最远跑到嘉义，跟环保有关系的。你一开始哈，就是眼睛看东西都会有不眼，那时候的眼睛哦，真的都看不到，看东西都变形了呀，拢串串，拢斜斜的，所以足辛苦的。一行拢变两行，一个你若像要过马路吼，迄车辆啊，你看到一台你来着，那两台就变四台，所以我都唔敢过大路呢。我拢徛喺大路边徛足久，徛到完全拢无车，我才敢过。我唔知影讲迄叫做无热情啊！100万人只有4个，这种是罕见疾病。因为这种病是慢慢退化的，越来越严重。但是不出我就想说，那就关在家里，自己好好休息吧。一个也失去那个意志力啦。我那时候有放弃治疗。所以你儿那当中听到我讲到重症肌无力的网络去查，哦，他查到了，他哭了。他说要照顾一个重症肌无力的病人也很辛苦。伊讲吼，迄种到最后只剩下眼睛能动，全身都不能动。啊，迄当阵是要安怎？伊要安怎甲我顾安尼啦？啊，儿子吼，听着讲脑伤先爱开刀，我随时甲公司请假一个月，伊要甲我顾。哦，你知道那超感动。我是讲诶，不然爸爸吼会累倒，我一定要去照顾你。哦，伊就甲公司请假，讲吼，你给我休一个月，按你哦，甲公司请半个月。啊，但是啊，人说要善解啦，大事哈要善解，小事要包容。我到后来哈，我才把它善解想一想，说我是一个很有福的人，
因为如果哈我没有接受那么多人的协议来帮忙的话，我现在可能没有这种体力可以做很多事。啊，你回来呀！年轻人的协议是这么的强。嗯，那所以让我哈，我看看，体力充沛。好，我再拿祈求公哈，好好的把啊东大这个。这一个宝塔哦，能够完成哦，我这心满意足。好、哦，是哟哈，刚好，刚好，再来你，做一卡卡大开。我是负责相机的窗口，厨房欠啥拢找我，啊，嘛我爱去采购，啊，唔知爱逐工踮在红门，所以我也很高兴的能够有还有人要用我，进来慈济学的，踮咱家吼，囡仔三个，煮饭是世界顶。爱来甲朱姐娘学去剁鸡饼，也去煎起才剁起。哪有天生就会的？慈济是最好的学习地方，对吧？其实包水饺是我足早就有兴趣啊啦。啊，以前上人啊来台中，我拢会包水饺去分回还吃。啊，然后就愈包，啊，就大家想讲，欸想要吃，啊，就讲伊要搞要买啊，好啊，要买就甲买钱做基金啊，嗯，啊，就开始卖水饺了，所以已经包超过20年啊，这也是结善缘哦，就好个呢。啊，你看人家想要吃啊，恁包不是足欢喜吗？啊，搁卖来金会，搁会当好吃东巴，啊，你们足好哈，一条鱼糕。咱食素食就较欠热啦，比较冷身啦吼，无热好补。所以我这有姜，吼姜母家己欠麻油，啊欠加有已经有迄个伊个香菇遐才淋香菇，吼香菇了后再个淋豆包，这个黄色这个叫豆包，嗯，安尼都养分都够了，蛋白质拢有够，啊我无淋那个再制品。嗯、所以我就是用新鲜的东西呀、啊，我未惊做工课啦，因为吼，人讲讲耐劳容易耐烦难，啊，劳动的比较容易。嗯、我就好感恩我做双手，我讲阮阿母生只双手，让我足好做工课。这是我们夏天的最佳凉拌呐、啊，因为中部的人哈，一到夏天哦，没有出门，好像过不去。种菜哈可以疗愈，那时候身体不好哦，一直都想要有一个有事做的，有劳动的，有流汗，我都一直想说不要一直哈在家里哈，永远都好不了，所以我就开始去东大包水饺。我吃宴7天，第8天我就开始包水饺。我没有办法站哦，我坐着就可以做了。啊，越做就越欢喜，而且越做哈身体越健康，而且我无力哈这个肉都没有啊。啊，所以我包水饺是一种复健呐、啊，所以我来这里做菜也是一种复健呐、啊。所以哈、哦、工一定要做了，不要休息。
休息了哈，反而身体更糟。我生病的时候哈，他怕我走了，嘿，啊，所以伊吼转呢忧郁症，啊，伊当阵伊有吃药啊。因为伊吼，毕竟身体自己不好要照顾，因为那时候我自己都照顾不了，没办法照顾他，啊，所以伊就家己去摕药啊吃。啊，我好的时候我已经得救了，回到家我就开始一直在复健，一直好起来，结果他慢了很久，他还是处在那个。不敢走出门，都躺在家里的沙发，啊，一直到后面来就慢慢学习出去公园，啊，刚开始出去走一圈他就累了，啊，后来就慢慢的一直走，一直走到可以走六七圈，哎呀，也是要自己走出来了，谁能帮你？啊，所以他是那时候是不讲话，结果他就是。自己难过就变忧郁症，超好笑啊！人生好实在像演戏啦。本来是好好一个家庭啊，到后面怎么会变成这么难过？啊，日子怎么会这么难过？哦，无花果很漂亮啊。我的厨房真要败，真好笑哦！啊，这个再把它包起来。要是香风，我的药袋不要乱丢，我拿去套那个无花果。所以每天就这样子来看，就好高兴呐。爹罹患忧郁症的期间，廖采菊便无停止每礼拜固定三届收环保的工课。也强迫自己每天都要走出去运动，跟人打招呼。后来自己也不知道忧郁症是怎么好起的，也承担更多工作。就算说又经过了肺穿孔、腹膜炎的手术，也没感觉什么。我知道还蛮严重的，总共住25天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掉。后来也在旁边看看，有时候上面掉下来，无形中你就就慢慢这样子，后来就东大手要盖掉最好去了嘛，也好，就是那个好像是利用那个时间就复健起来了。最大的感受，我有文化。文华让我调试，不然应该忧郁症的是我，不然跳楼也是我。因为你既然敢有，让你无常来给你考验吗？啊，你敢买好好啊，过来重新来过，做一个愈做愈好，爱当把握你一面。所以上人今天早上开始，我就讲哦，真的，好、哦，生命是有段落的，它是一天一天在减掉。啊，慧命是你如果有学佛、有行心，还有做好事，你是一天一天的成长。所以慧命是成长，生命是减少的。啊，既然要生命减少，你敢不敢把握你能做的时候多做一点吗？我阁会相信一项的，上帝分偌济工课，你做不了，一定袂转去。哦，这项我体会足深的。我伫阮兜囡仔时阵。做足侪工课，啊！到8岁的时候，阮家都8、7岁在都老去啊，厝嘛老去，田嘛老去，所以啥物拢无。哦，迄当阵真的就开始吼，直直拍拼，大家拢规家伙，大家做啊壮阔，直直做。可能阮就是细汉安尼训练来，所以阮未惊艰苦啊。过来去工厂，待5年，待啊结婚，迄5年嘛做足侪工课。结婚了哦，那阮家姐哦，工课那遮济，阮大家哦，我开工厂，工课足多，然后咱家己过咧开超市，时间阁足长诶。哈、啊，安尼做是做咱兜诶哦，入来做者，哇，不得了，拄着最后一个来工课愈济，做诶比咱较早厝诶还阁较济。啊，为虾米做甲遐辛苦？我讲做遐辛苦是谁赚着？我赚着诶。我讲吼，我若无做20几年的主席，无这条命伫咧啊啦，我早就去啊啦。然后剧本是咱写的，啊，咱要甲写作歹来是要安那演。我讲吼，我没有把我自己当病人，啊，你要把你当病人，会很辛苦。
我生命是有限的，你要搁点仔浪费，加无彩。嗯，我宁愿做事，我也不要变死。只要我能胜任的，人来叫到我，我拢希望卖放弃。同样的因缘不会来第二次。听他们讲，都是年轻人的血，然后回来后，那有点受不了，超痛。要现在一样，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看现在一年，我都350天都在东大那边相负责相吸啊，不要说那365天，这样每天还在那捏水饺做一大堆哦，那个。要是我现在没办法，因为他是年轻人的血。就是说小时候很苦，那现在有办法就帮助人家。不要去把它想那么多，就当一个结果了。哎，该做的也做了啦，生老病死都会碰到。我们就这样一个转一个念头说，还好，是啊。师兄，其实你也改变很多。对对，有，也不是说改变很多，因为对的事做就对了。上人讲的那再来就是说你要做给人家看，怕人家会不忍心，然后怎样子人家来帮你的忙，就大家有一个互动啊，不要什么意思，就出一支镜头，出一支嘴，说要配合人家了。我住院的期间吼，我体会足深的呢。我带入去，甲出来都13天，10天晚会嘛，10天的时间晚会晚500。那一个时间吼，我就体会到，哦，我是何德何能，会当得到这么大的福报，遐多人把我救，让我会当活了。我真的，我回来是重生。所以当时那时候有一个回馈的心，因为上人拢讲化心容易，恒心难啊。但是我就是要做的。恒心也不难，那你愿力就足强的呀。经历过病痛折磨，和陈满甲廖采菊感受到人的性命有限、慧命无限的道理。因靠着家己的意志力，和家己真紧就重新站起来。嘛，因为真侪人的帮助，会当互因把握当下，斗阵行入人群，为大众服务。对付出中体会，活得快乐，病得健康，老得有希望哦。